接下来我为大家讲解一下智能制造物联网数字技术应用系统。我们这个智能制造物联网这个设备呢，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。首先第一部分由这个数控加工中心，第二部分由机器人生产站，第三部分由这个网络安全部分，这三大组件构成。其中呢，我们的数控加工中心呢，主要是来完成汽车天窗的一个生产与加工。我们这个以机器人为主的这个汽车天窗的一个组装，是以实现什么功能呢？是将天窗从输送线进行丢掉，然后再将这个天窗输送到这个机器人指定的抓取工位，然后再由机器人将这个天窗安装到这个汽车的天窗指定位置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我们第三部分，然后第三部分呢是我们这个网络安全。我们的网络安全的机制呢，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。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个底下这一部分是这个网络交换机啊，以及路由器以及这些常规的交换机组成，主要以来实现进行网络安全的配置。主要是我们生产站，还有智能制造中心，以及我们这个电脑主机啊，或者编程这一块，以及外围连网络的一些网络安全设置。还有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一些数据采集的服务器。我们的服务器呢，是将数控加工中心的加工数据，以及我们生产站机器人以及 PLC 的控制数据采集到我们这个服务器当中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两台主机。我们两台主机呢，分别是来控制 PLC 的编程以及我们这个软件开发。然后第二个主机呢，是主要是来完成我们这个数字孪生仿人系统的一些设计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网络安全这个机柜，我们会有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在里边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我们低代码软件开发，将这个数据中心的数据、数据库的数据，然后在我们这个软件开发里边进行一个展示，然后进行我们对这个数控加工中心以及 PLC 生产站的进行一个控制。然后呢，主要是用我们这个软件开发这个软件来实现，以及我们这个整个设备的 PLC 编程都是由在这台电脑上来实现。然后我们第二台电脑的主机呢，是实现我们数字孪生系统的一个设计。当前我们这个孪生系统呢，是将这个我们生产站的整个模型，然后呢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数字孪生。我们可以实现与真实设备进行互联互通，也可以通过真实的 PLC 来驱动，也可以通过虚拟的 PLC 来驱动，然后能够这个真实的反映出真实设备的一个运动状态，达到一个所谓的验证。